bus. 小鸭被威胁。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小鸭子，又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？让我看看，有什么好东西？这个我也喜欢。嗯，怎么才这么一点点？回家把好吃的都拿来，听到没？要是敢跟别人说，你就完蛋了。哼！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我。哎呦喂呀，小鸭子呀，怎么又搞成这个样子呀？鸭子奶奶，小鸭子经常这样吗？是呀，真是急死了呀！拉布拉多警长，你可要帮帮我呀！小鸭子，告诉叔叔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是敢跟别人说，你就完蛋了。没事，我只是摔了一跤。我要回家了。小鸭子呀，跑慢点呀。小鸭子怎么好像怪怪的？他可能被欺负了。应该是被威胁了，不敢说。有办法了。盯着小鸭子，一定能找到欺负他的人。小声点，快看。小鸭子出门了，跟上。啊，超美味的巧克力冰淇淋，买一送一啦！哇，冰淇淋！给我一个，我先来吧。对，定口味的，再给我来一个那个。去哪里了？你去看看，拿来吧。哇，真好吃。小鸭子，这次的东西不错。小鸭子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送你一个礼物吧，小鸭子。你找我啊！胆小鬼！住手！快放开他！是警察，快跑！哎！抓住我！啊哈，我有办法了！啊呜！啊呜！
找到了！嘿，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。都跟我回警局吧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如果被坏孩子欺负了，不要害怕，一定要告诉大人。如果你因为害怕不敢说，坏孩子只会继续欺负你。我们要相信家长、老师还有警察，他们都会帮助你的。要勇敢哦！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危险的电话。哇！嘿嘿，看，飞碟。我的冰淇淋。逃犯大棕熊，如有发现，立刻报警。嘿嘿。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我看到逃犯大棕熊了。什么？他在哪里？他躲在玫瑰路十号。你保护好自己，我们马上就到。这里到处都是灰尘，也没有其他脚印，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。难道……哦，拉布拉多警长，大棕熊来抓我了，我躲在隔壁的养蜂场。哦，找到你了！不是棕熊，是黑熊先生。有什么事吗，警察先生？我是来买蜂蜜的。太好玩了，我再用大棕熊骗骗警察。从这两次的出动情况来看，应该是小狐狸在恶作剧报假案。什么？这小狐狸被害得这么惨！哎呦，疼疼疼疼疼疼！救命啊！拉布拉多警长，我被大棕熊抓走了！骗子，又报假案！快救救我！这次我真的没骗人。你知不知道，报假案是违法行为啊？不。这次应该是真的，你听，有回音和引擎的声音，像是被关在车里。大棕熊，我是大棕熊，大家都怕我。快追！大棕熊，靠边停车！停车！是警察？你？
真难缠，我可不是吃素的。喂，糟糕，警察要追上来了，快跑！站住！好看！啊啊啊啊啊啊看你还往哪里跑！我好害怕。没事了，已经安全了。以后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恶作剧报假案哦。我知道错了。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。报假案是一种违法行为。警察会被派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，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就得不到救助了。小朋友们，只有真正遇到危险才能拨打报警电话，绝对不能报假案。我低头族，真好玩，好好笑。小棕熊，跟紧爸爸哦。我赢了！救命！熊爸爸，小心！吓死我了！熊爸爸，走路要专心，不能只看手机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是是，你说的对，小棕熊，快把平板给爸爸。小棕熊，小棕熊，小棕熊，我的孩子不见了。熊爸爸，小棕熊是怎么不见的？我一直在看手机，不知道它是怎么不见的。我们立刻返回原路去找。小棕熊，小棕熊，我下去找。鹈鹕爷爷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小棕熊？没有。快看，这个很好笑啊！真的好好笑啊！快让开、小心那边是楼梯。我来救你们。小心。还好人都救到了。你们骑车要专心看路，不然自己会受伤，还会伤害到别人。对不起，我们以后一定会专心看路。这是什么？是我家噜噜的宠物牌，刚才是小棕熊牵着噜噜。这附近一定有线索，我们快去找找。是噜噜的脚印，他们往那边走了。
我边走路边玩平板，海尼也掉下来了。哥，救命啊！小棕熊、那边有声音。小棕熊露露，快救救我们！你们不要乱动，我马上来救你们。狼不狼不警长，慢慢把手给我。小棕熊，杜宾，快拉绳子！我也来！真是太可怕了！我们以后走路一定会专心看路的。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！小朋友们，走路一定要专心，不要低头看手机、平板或者玩游戏，这样会分散注意力，很容易发生各种意外，严重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大家要记住哦。吃人的人孔盖。两个小娃娃呀，正在蹦蹦跳呀。喂喂喂，你在哪里呀？哎哎哎，我在。兔子妹妹，兔子妹妹，你在哪里？好痛啊！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兔子妹妹突然不见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帮帮我们呀！小朋友们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拉布拉多警长，刚刚兔子妹妹跟我们在一起玩游戏，突然就不见了，太可怕了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兔子妹妹的。放心吧，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。只有人孔盖上有脚印。小朋友们，刚才你们在玩什么游戏？跳人孔盖呀，跳快停下来，跳人孔盖是非常危险的行为。危险。杜宾，好臭啊。你们看，是兔子妹妹兔姐姐。你们千万不要靠近人孔盖，我和杜宾去找兔子妹妹。这里太臭了。这里被封住了。兔子妹妹应该是往这里走了。糟糕，兔子妹妹是去哪边呢？让我来听一听。
在那边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兔子妹妹。走开，走开！拉布拉多警长。没事了，兔子妹妹，我们马上带你回去。糟糕，有污水来了！快跑！哎呀，这水流得太快了！路边有木板。跳上去！小朋友们，人孔盖是很危险的，以后千万不可以再玩跳人孔盖的游戏了。下面真是太可怕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路边的人孔盖不要踩，经过路边人孔盖时要尽量远离，否则遇到破损或老化的人孔盖会导致跌落受伤。一旦掉入人孔盖下，地形复杂，还有有害气体、废弃污水、蟑螂老鼠，很难自己爬出来哦。